祝你生日快乐！啊，祝你生日快乐！就是哎，啊，每年嘛，表示嘛是老师当陪伴的。啊，到时候隔壁啊，你那啊，他请你老师也好，祝你生日快乐！啊，就是每年嘛，表示嘛是不？好，那老师看一下啊。大哥嘞，哦，大哥嘞，大哥就是鬼不？明天明天放啊，是批八嘞。明天那玩意，明天你嘞就是几月几号？明天是几月几号？明天放啊，明天那玩意，明天你嘞，哦，明天放啊，明天那玩意，明天你嘞就是明天是几月几号？明天是几月几号？明天放啊，明天那玩意，明天那玩意，明天你嘞嘞。那明天是明天放啊，批八嘞。8月啊，就是 August 啦，是哪吧？11号，十点你去吧，来的啊？哦，这是老师啊，没对不？哦，明天是你的生日，明天放假你也没你为例的，是啊，好的。明天是明天放假去吧的，我17岁的生日，17岁就是说岁呀的。这可能你也为你去办的嘞，那咋问啊？比如啦，咋问呢？祝你生日，咋问你嘞？问你嘛，表示嘛是祝你生日快乐。你要邮件的不咯？什么生日礼物？把母你拉上，礼物就是 present，把母你拉上，录进来的啊。老师具体点表记啊，大哥，明天是几月几号？明天是8月11号哦。明天是你的生日。是啊，明天是我17岁的生日，嘉文，祝您生日快乐！你要什么生日礼物啊？啥不得看嘛，就叫那里拼一个俺们过完的，都是差别票吧？那三轮，大哥。大哥，明天是几月几号？明天是8月10号。我明天是啊，礼明天拜是天。8月11号。我明天是八月十，十一号，11号。哦，明天是你的生日。是啊，是啊，你说是我是谁？我是谁的生日？我17岁的生日。我是的是谁的嘉生文，日？嘉文。嘉伟是，祝祝你您生日快快乐。乐。生日快乐！你要什么生日？生日，好，礼物。礼物，哦，张伟，祝你生日快乐！你要什么生日礼物？没等你再念一次，大哥。你说是，大哥，明天是几月几号？明天是8月11号。哦，明天是你的生日。是啊，明天是我17岁的生日。张伟，你的，张伟，祝你生日快乐。你要什么生日礼物？啊，那个我要一双运动鞋。老师讲的要记得，上午嘛看他吧。然后运动鞋，运动就是阿格萨楼的鞋噶盘的鞋子的鞋。那运动鞋就是阿格萨盘的运动鞋，练词就是双盘的眼。我要一双运动鞋，那阿格萨盘的眼有没的，可以吗？要么拿的。好，高比，我们今天晚上马路迪尼亚去买，多少没的。还要个对嘞？你还要什么？你把路去对嘞？你还要什么？你把油门来嘞？你还要什么？你还要什么说？你把油门来嘞？那，你请我去吃那个，看哪呢？你请我去吃大餐，大餐耍老师不如不用了。啊，啥啥鸡杂，就是说老师，天刚破，啥刚破的不？哦，大餐，
你们去吃大餐哦，怎么样？二六表的水，你弄比马沙高哪里到沙啦啦哪六表啦？是个表嘛？老师，言表利息呀。比如说老师，比如说海椒水老师，哎妈，可以他给比老师，老师你就当年出多少表，你得他到沙也不是玩了，可以的呀。老师，你们去吃大餐哦，你们去吃饭喽，老师那么多问的对吧？你们去吃大餐哦，你弄比马沙高哪里到沙啦不咯？对了，大餐说老师大餐大鸡呀，餐餐啊啥啥也餐，说啊啥啥鸡的啥也说老师吧，沙高块啊里到沙大啦啦说呀，这边有表了，大家都呢。对呀，巴萨嘛，对呀，巴萨，100%嘛，100%老师，一言都没来台湾嘛。你请我去吃大餐，啊，老师老师，你请我吃饭了，老师我们都弄。啊，你请我去吃大餐，说你阿哥啥搞哪里来住的，啊，好不好？搞么哪的？哎，看嘛，好搞米，没问题，别的哪没事。谢谢大哥，啊，大哥也记住的嘛。所以老师，你嘛第三张我买他吧，listening 嘛，老师，什么 listening 嘛，把利息也不好。那老师，请一个学生念一下，那个念了。我要一学的圆豆鞋，可以吗？好，我们今天我先去买。你还要什么？你请我去吃大餐，好不好？你请好，没问我题。去吃某呢？你请我去吃大餐。你请我去吃大餐，好不好？好，没问题。谢谢大哥。好，念到哪里？再念一次，我要一轩。我要一双圆豆鞋，可以吗？好，我们今天我先去买。你好，你好呀，你还要什？你还要什么？你先我你请我去清大墙，好不好？好，没问题，谢谢大哥。好，那老师 exactly 讲，那老师的卡嘞怎么不同？真话啦，你老师非对什么啦？你把那卡嘞怎么？那这个人身体也压不大，所以叫1月真话一，2月 February，3月 March，4月 April，5月 May，6月 June，7月 July，8月 August，9月 September，11月 October，11月 November，12月 December。那老师，这个你身体呀，所以 January December 体呀嘞，就是 January February 你呀不白录了不？哦，变表音月就是啦。1月 January，2月 February，3月 March，4月 April，5月 May，6月 June，7月 July，8月 August，9月 September，10月 October，11月 November，12月 December。好，老师，先来，这样你告诉你这哦，那个第二罗不嘛罗，English 罗这说嘛，要不来压个。九月一月真的话一，二月八话一，三月话三月末，四月中，4月 April，四月 April，四月 April，五月尾，五月尾，六月中，7月 July，8月 August，9月 September，10月 October，11月哎，他 November。一直七妈二给扛七扛一起。七一月，七一月的我妈，7月第什么？收到多少？再念一次，月啦。都在等着，对啦。7月二月啦，哎哎。1月 January，2月 February，三。Hello，老师啊，好好，OK。学啦，1月 January，2月 February，3月 March，4月 April，5月 May。6月 June，7月 July，8月 August，9月 September，10月 October，11月November，12月底什么？好，正宗再念一次。
1月 January, 2月 February, 3月 March, 4月 April, 5月 May, 6月 June, 7月 July, 8月 August, 9月 November, 10月 October, 11月 October, 11月 November。November 吧。11月12月底子吧，好，好，那老师腊月那比老师好一些。你的一些流露口来说，太阳好像是先好路口的路，那等于啊日路口嘞。所以你一个嘛说老师对你本的眼里嘞，对你说十个眼里说老师十个啊十九好路嘞，表露亚的路，19日路嘞，表露亚嘞。那牛龙东龙亚也不能，可是老师是给表嘛老师一般是台湾也用法在好古东南亚的台湾嘛，三文嘛老师那古龙东亚也不哩呢，如果嘛东龙某东内的不能是给表白嘛，包括台湾嘛表了。所以19号或者19日。那怎么来判？明天是几号？明天是那谁嘛哈，20号或是20日代表东南亚嘞。所以老师，你那也属于老师啊，好耶，瑞耶。然后老师讲到 exercise 六级啊，多老师讲到别个人比赛不咯？然后老师讲到第二个 number one 第一个第二，朱迪亚 one two number 苦龙龙啊们，多第八五级啊嘛不咯？那本来那玩。本年年底嘞，然后本年老板本年年底嘞，第八嘛，说了本来要交纳表嘛，那老师标记啊，对马冲，Number one，第一个，几月几号？哦，2月5号，2月五号，2月5号，2月五号，不是二，2月5号。对，2月5号，4月8号。好，那老师第三、第四、第五，那么冬令啊，酸菜走冬令啊，冬令啊，跳。6月，19咱们19号，19号，十五，十十九九号，号，十九号，丙，7月，7月31号。10月，12号，11月10号，11月10号，好，那老师，几月几号就是说本年腊八本年里的不？好，然后老师没记那不讲的，今天本年腊八本年里的，今天是几月几号？没留下的了。那老师啊，得不老嘞，就是几岁？几岁？得不老？嘛岁？你得不老嘞？你几岁？酸菜粥你几岁？老师你几岁？AA 你几岁？哦，猫猫你几岁？你得不老嘞？那老师第一个看一下哈，今天是。几月几号？那老师，印啥不白嘛？第啥号？就把老师印啥一样嘛？今天是几月几号？今天个本来腊八本年里嘞，今天个今天是个撇的，几月几号？那老师，今天是3月6号，冬腊八，超越你撇的。那老师问一下学生，叫那没记啊？苏德啥？今天是几月几号？老师，滴滴滴开。今天是2月19号。好，那第二个，明文的生日是几月几号？明文耶，母你个，本年腊八本年你嘞。明文的生日是几月几号？明文的生日是8月11号，是腊八，是第二年撇的。那明记啊，心灵看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我的生日是1月22号。好，飘逸男，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飘逸男，年年飘，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
我的生日是5月7号。哦，5月7号，年纪嘞？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哦，你去那边是没在哪？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我的生日是1月22号。1月22号。好，那第三个，李珊珊的生日是几月几号？李牛大爷问你啊，不能老板问你，你来嘞？10月10号，谁老板谁呀你？妹妹的生日是几月？Sorry，9月几号？9月16号，古老白，本年你来的。9月26号，古老白，那是就是那是超越你批的，美美就是露娜美不？好、哦，美美露娜美。好，那老师讲到第二三，小梅就是露娜美。小梅今年几岁？今年的别个今年，小梅今年几岁？小梅个今年都不老来的。小梅今年18岁，小梅今年14岁批八的。我20岁，我娃等那谁批八的，哎，你呢？23岁，那算了，东西八的。今天是我的生日，今天刚刚也问你批八的，祝你生日快乐，问你妈表示妈是六十到八八的。你今年几岁？年纪呢？阿的不老来的。那我今天是今天是今天啊批八的，我妹妹的生日，我你妈也问你的，她几岁？都妈都不老嘞。你送他送爱的别个背包的了上背的，你送他什么生日礼物？把母女了上背嘞，你送他什么生日礼物？那老师的嘛，就是说，complain OK 那不咯？这呢A B C D 嘛，老师，他呢把那句嘛咯，他呢背 A P 买那句呀嘛？那老师讲的。第一个拍比较第二个拍蛮傻逼不？老师我这胡哦，第二个这样子。那老师，那么这第一题懂我的？今天是几月几？那些湖北佬啊，说嘛，A、对，B、今 C、天 D 是呀几号？说完嘛，弄啥？嘛。今天是7月9号。今天是7月9号，好，第二题，April 的谁？你今年几岁？我18。18。好，第三题，阿莫黑。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几日？7月3日，几月几日？3月，哦，7月3日。10月3日，好，第四题，Andrew，你们刚录超速喂，你的手机几号？87113459。他上哪儿了？二哦，二对。四五九，你的手机几号？你的手机啊，封几号？你也封啊？怎么不老嘞？就是你封怎么不老嘞？路标啊？你的手机几号？哈、哦，那老师接啊，好不好呢？可以吗？房我讲到懂了不？好不好说？老师把说，干么啦？可以吗？说啊，亚么啦？好不好说？老师我嘛说讲到不喏？你能不能快讲啥子喏？好不好？讲到也就是说，不来法么咯？Agreement 不准你们做课，讲到我喏带动没有老师引进今天带动的项目，俺都今天我打啥呀？好不好？俺都这都啥牌呀？好不好？还你啥牌路标啊？切，俺都这都啥牌呀？俺路标那不比引进的卡片我懂的，好不好放嘞？那老师第一题，我请你去吃大餐，请俺老师这边配家的不？我请你去吃大餐说，俺的我啥刚到陪你。最美的，哦，到啥家买不？好不好？搞我哪的？好，谢谢。搞我结束再买的。第二个，我们去打完球，打完球是什么？Dennis 呀的，Dennis 个啥的？我说 Dennis 打个啥呀？哦呢，好不好？Agreement 就来的。我说打完球打个啥没路啊？别没标，都明年生产了，破云南老师好不好？好，我们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就是北周。马路北路多阿姆来的，什么时候？第三个，妈妈，我想去公园玩，啊，班长多阿姐姐，可以吗？要么啦。
咋讲？老师困不着就来着，可以呀嘞。你现在去吗？你裤短么啦？那第四个，请你嘞。哦，佩佳嘞，这边有下午给我打电话，你里家人我碰色的，打电话碰色的，请你下午给我打电话，你里家人我碰色的，好不好？高木拉说好，没问题。高梅给咱们去吧。我说好，老师第三章么咯？这小子，我真的懂的啊！超装去，叫他这些老师表老师一瞧，把他变成样喽。一瞧不在吗？别在米呀。我们去演上面的老师。好。去，我们去打网球好不好？好。我们什么时候去？妈妈，我想去，公园玩，可以吗？可以。你现在去吗？请你下午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好，没问题。好，那老师一直晒你了呀啊！我老跟老师一直把你录拍呀啊！那个一面膜，贾文说：“大哥，明天是几月几号？”明文说：“明天是，8月11号。”哦，明天是你的生日。贾文说：“是啊，明天是我十七岁的生日。”明文说：“贾文，祝你生日快乐！你要什么生日礼物？”贾文说：“我要一双运动鞋，可以吗？”明文说：“好，我们今天晚上去买。你还要什么？”贾文说：“你请我去。”吃大餐好不好？明文说好，没问题。嘉文说谢谢大哥。好，没等着，再念一次。大哥，明天是几月几号？明天是8月11南北派，号。名为。明文，明天是8月11号哦。明天是你的生日，嘉伟，亲啊，明天是我17岁的生日，明伟，嘉伟，祝你祝生你日快生乐！日，祝你生日快乐，现在你要什么生日礼礼物。物？嘉伟，我要一双运动鞋，可以吗？嘉伟，明伟，好，我们今天晚上去玩，晚上去买。你还要什么？你要，你还要什么？嘉伟，你请我去吃。大钱，我去吃大钱，好不好？没问，好，没问题。嘉伟，谢谢大哥。好。好，你星期五有时间吗？老师有时间耍程序员，星期五啊，老师到家。你星期五有时间吗？说你到家你程序在哪里？老师，老师叫你去的呗。Gloria 嘞，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是什么？老太弄心对呀，咋的？你好呢？明了吧？明文一嘞，这位魏啊，老师留言牛逼啊，魏是报告如牛逼啊。这位是我同事 Lisa，同事是什么？Robo 改配。这位是我同事 Lisa，咋个？哎呀，Robo 改配 Lisa 去吧，这的 Lisa，很高兴认识你，你那对呀的玩大吧，这的，我也很高兴认识你，俺那边是你呀的，玩大吧的，明文嘞。星期六晚上，星期六就是到森林里干嘛的？我们要去美味餐
美味餐厅啊，美味餐厅啊，如美味餐厅啥？美味啊，老师啊，不咯，能买不？哦，买能买。哎呀，那些的啥到啥你能买不？美味餐厅啥到啥我嘞，多美嘞，吃饭他们多啥美嘞？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你阿鲁那嘟嘟多么啦？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你弄阿鲁那嘟嘟多么啦嘞？这还能念一下 Gloria。Gloria，好久不见！你好，明明，这位是我同事 Lisa。Lisa，很高兴认识你，我也很高兴认识你。明明，星期六晚上我们要去美味餐厅吃饭，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跟我吗？跟我们一起去。好，另外一票再念一次，Gloria。Gloria，好久不见，你好，名为结婚时，我同事丽莎，很高兴认识你，我也很高兴认识你。名为，星期六星期晚上六。我们要去，星期六。星期六晚上，我们要去美味餐厅吃饭，你要跟我们一起去。好，那星期六不行呢，老师说不可以，我们不要把那不漏洞嘞，不行呢，不行呀，这边家不可以呢，知道呗？星期六不可以，我们不要呗？星期六不行呢，身体里也没养不嘞？星期五怎么样？怎么样啊？不漏嘞？到家你个不漏来的？星期五到家你也不行，要 sorry 也行。来杯热的不？到家你来热的，你啥的？你星期五到家你吗？有时间吗？清醒啦的，你到家你吗？清醒啦嗦，没问题，你在哪么洗吧不的？哦，都到家你吗？热的不？那太好了，太好了，就是阳光那边的，明伟呢？你几点下课？几点不能来？你几点下课？你不能来一点事嘛？来说，我5点下课，俺那一嘛，但是没嘞。我们星期五晚上，假如到家里呀，哦，6点唱哪一嘛？哦，sorry，6点半唱哪一块嘛？在餐厅见，啥到啥嘛见？对呀，哦呢，怎么样？不落来嘞？好，老师，我就把你念一下那个六拍两三。星期六不行，星期五怎么样？星期五也行。Lisa，你星期五有时间吗？没问题。太好了，明伟，你几点下课？我5点下课。我们星期五晚上6点半在餐厅见，怎么样？好，那太好嘞嘞，刚那波嘞，那家餐厅也没有别的，老师我教懂他了。哎，你啥到啥样嘞？牛肉面没得好吃个，最好吃啥路告诉没嘞？我们星期五见，啊，如到家你家人对呀、啊，哦嘞，好，那老师就是教。老师说啥了？星期啊，老师星期几啊？不要问了。星期，老师，今天哪里是你那天下班了？Monday，老师，今天啦，星期一今天啦，星期二应该，星期三不得不，星期四加大不得，星期五到家，星期六是你。那老师今天个你叫那么有许多嘞？星期天今天个你，还有星期日今天个你，所以老师啥病啰嗦看你看嘛？星期一今天啦，星期二应该，星期三不得不，星期四加大不得，星期五到家，星期六是你。星期天、星期日，真的个嘞。还有一个老师台湾嘛，懂么？老师台湾嘛，星期呢是感觉嘛很少有，懂哪呢？下面老师对呀没？懂那路线的，懂那的路标了，上午外嘛来八的星期。反正老师台湾嘛，老师我说你呀，这感觉嘛，老师礼拜懂哪啊别？礼拜一真的啦，礼拜二应啊，礼拜三不得不，礼拜四加大不得，礼拜五到家，礼拜六是呢，礼拜天、礼拜日真的个嘞。好，老师手机啊，咋的？星期二礼拜光那护手边嘛，喏，好，手机啊，老师那个再开手机。再看一下对不起对了，马姐。
今天是几号？不保今天护，是星期是星期一今天来，星期二应该就可以哦，了。哦，再来一次。星期一等你来，星期二等应该，星期三不如星期四找到的，星期五到家，星期六等你，星期天、星期日等你过来。在。礼拜一等你来，礼拜二等应该，礼拜三不如礼拜四找到的，礼拜五。到咱礼拜六整理，礼拜天的那个女，礼拜天、礼礼拜拜日，日的那个对，那老礼师，我拜给你日发等题了不？今天是星期几？今天是星sorry，今天星期几？多少事没太好。今天星期几？说给你发你嘞。那今天星期三，给你个不得不那批吧？对不对？那老师，正宗，今天星期几？今天星期几？今天星期三。不是，老师今天也得给你。哦，今天。今天把你生是不一个？今天星期一。今天星期一，然后今天等你哪里？好，好。那明伟的生日是星期几的？明伟也没那个把你来的，比如说叫到瑞亚到叫到生日了不？他的生日是星期天，都也没那个等你个女女去吧。那算他走，你的生日是星期几？我的生日是星期，星期二。你的生日是星期二，好，那老师，5月6号是星期几的？麻辣丸超越你个把你来的，而5月6号是星期二，麻辣丸超越你个应该你去把这的。你平常星期几去打完球？没工啊，妈都没特别关心咪他了。平常啊，不忙，星期几说陪你嘛去打完球。你平常星期几去打篮球？你部门的陪你嘛，都比较 tennis 个啥的，是咯？我平常星期五去打篮球，我部门到家里嘛，tennis 多个啥的。好，老师，啥样的教你丢了呗？就要，不好意思。对的，不好意思。明伟的生日是星期几？明伟的生日是星期几？他的生日是星期天，5月6号是星期几？5月6号是星期二。你平前星期几去打完球？我平前星期五去打完球。好，那老师瑞瑞谁了啊？老师一二三，好，听得懂啊？老师那个，不勉为。今天5月15号，我们把我们的语言嘛。7月15号，你们呢？星期。星期三，3月12号，啊，老师你，二零。你说了，老师讲哪里了不呢？可能结果是差别吧不？12号，3月，就是2020年星期三。那老师台湾也有啥叫老师台湾那个是啥嘞？2020年，病例3月。
12号，星期三。老师台湾，老师比较背。老师台湾，老师你故意的嘞，肯定得个这个故意的。比方老师老意的，比较故意的，蛮啥呢？老师你妈比方老师这这的不？老师比如说今天说老师19月那天的哈，19月，嗯，就是2月嘛哈，共产党完成了，2月那哪完？还有老师那他那啥意思？老师爸爸这个。爷爷，这爷爷看嘛，啥也啥嘛。那是只有台湾老师录没有，台湾个那趟那是，那是 visa 一般也应该录呗。那趟那是哩，啊，老师告诉那哪位，那哪位说老师谁嘛，东亚看啊嘞，东亚呢？比如老师19说19，跟这样的说嘞，老师这边一路没有，东亚这边一路看一样嘞。老师台湾有啥不咯？好，那老师第三，三四五，老师那个数字啥？2020年11月24日，星期四。嗯。哪个空呢？上午8月16日，星期五。二零。啥叫了老师啊？不是啊，那个。就是，哦，八月一了嘛，不，八月，八月二十六日，对呀，16日，哎，16日星期五上午，啊，有2010年，2月，29号，我不要29，啊，19。一十九，应该是19号，19号星期一晚上，星期一晚上，好。那老师讲嘛，第二老师有指标嘛不呢？啥不？1号、2号、3号，红色第二那题老师讲嘛，第二有指标呢？因为讲嘛也那么长，那么多路，那个读得多的，1号、2号。1号、2号、3号、7号、5号、6号、7号、8号、9号、10号、11号、12号、13号、14号、15号、16号、17号、18号、19号、20号、21号、22号、23号、24号、25号、26号、27号、28号、29号、20号、21号、22号、23号、24号、25号、26号。26号、27号、28号、29号、30号、31号。啊？那老师哪一个？那用我都不录下来说，太阳点三声点点就是哪一？那老师二老五中午来考了不？一个钟头属于台湾嘛考了，所以老师中午问嘛查不喏？这个表嘛老师懂了哈，那年里面多老师对嘛多中一他中午老师中途那老师懂了，中的弄那老么懂我嘛查不？所以老师一般是这个表嘛老师一点哦的哪一个喏？所以这个没身体体了老师一点的哪一？那那有2点我们考2点，一转一转的排列，2点，那哪一？东哪一？3点、4点、5点，什么什么的哈？那老师有没有懂？教我老师老师没得的哟。那老师那个算他做，就啊点哪一？在哪一点算哪一题就表一点在哪一？点一点二。一点的哪一？二点的哪一？三点。哎，啊，不外表的二点没事。两点的哪一？三点到哪一？四点离哪一？五点啊哪一？六点朝哪一？七点，可能哪一？八点是哪一？九点过哪一？十点在哪一？十一点在的哪一？十二点在的哪一？好，那老师分一声分就是 minute 跟老师2点10分说，那哪一呢？三 minute。4点20分，离哪一呢？那三 minute。5点30分，俺哪一呢？东三 minute 就是俺哪一块。7点5分，可能哪一呢？俺 minute 就是分。好，那老师半俺老师快的哪一位？好，1点半，所以老师把嘞。的哪一块？
那哪一块属于2点半？那哪一块？所以老师找不到地址嘛？明天过分，快过半哦，明天过分半，快过半。那老师哪一句啊？真听懂？Piu piu，那么这边在哪里嘞？2点，第二个，5点10分，7点20分。好，那老师那个下一位。那个连蛋蛋的四五六，连蛋蛋的，等一下，Hello。嗯，8点，8点半。8点半，比如6点，哇，九，哦，九点一百，哎嘿，明天个飞啥明天嘞？过来飞。九点五分，嗯。表十二点十五分。啊，12点15分。好，那老师是说啥白天嘛嘞？八大嘞，更远这边不？以前更远这边个老师，那这块，someone 一起啊，嘟嘟，不都那啊，嘟嘟，把路得出来给啥牛的嘛？更一起不？啊，我们老师我记啊，我常常跟我弟弟常常啊代替他啦，常常意思说没家看啦。跟我弟弟说，我年龄呢，嘟嘟，跟我弟弟一起运动，你今年六点，我常常跟我弟弟一起运动。所以等一下老师讲到了说，跟谁谁谁 someone 呢一起放国家破开嘛？那张先生张鲁吉明啊，每天你来当太太的，跟他太太一起都没嘛呢，嘟嘟吃晚饭，伢咋啥的？第三个。嘉伟啊，跟明伟一起，明伟呢，啊，嘟嘟去买运动鞋，阿个咋办呢？大伟的。第四个，我跟我朋友一起，啊，那阿的眼睛，啊，嘟嘟去吃大餐，第三浪费啊的，大啥的。Gloria 跟我们一起，Gloria 那阿都啊，嘟嘟去跑步。发币的，所以主要是阿迪个对吧？跟 someone 一起，这种聊呢，阿嘟嘟大路的熟了。好，我来造句一下，我再拍啊，大家。我常常跟我妹妹一起去玩。啊，那个要不了，哇，sorry，行了。我跟妈妈一起去公园。好，给我看。我跟我弟弟一起去。一起去游乐场。好，阿莫黑。现在我跟他一起去。这个比较好了，这个比较，跟顾客一起是高不在高兴？，brother 是，今天早上我和弟弟一起去运动，我跟弟弟，一起去运动。啊？那老师你嘛，is a silo 还那不？我不要啊！老师要教了多少？啊，跟谁一起爬楼的嘞？不喏，多少地方啥叫啥票票他嘞？长大跟一起放的多啊嘛喏。啊，老师那么的，就是超速为每个人拍另一片表。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饭？我不要，我不要跟，
我不要给你一起去分去吃饭。啊，我不你别别让老师长陪他。那么你，一一错。你喜欢跟他一起跑步吗？啊，你都那都皮亚拉你得啦。我不喜欢跟他一起跑步。好，一面膜第三题。你想跟朋友一起做什么？我想跟朋友一起，一起吃饭。好，第四题，那个接海人。明天想跟谁一起去公园？我想想跟小孩子去，小孩子，一起去公园。第五题下三轮。你了。你喜欢跟谁一起运动？我喜欢跟妈妈一起运动。好，第六题，苏心母。你平常跟他一起去哪里吃牛肉面？好，我平常跟他一起去餐厅吃牛肉面。好，那个老潘念一下。明文说：“格鲁利亚，好久不见。”格鲁利亚说：“你好，明文。”这位是我同事 Lisa。明文说 ：“Lisa， 很高兴认识你。”Lisa 说：“我也很高兴认识你。”Gloria 说：“明文，星期六晚上我们要去美味餐厅吃饭，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明文说：“星期六不行。”星期五怎么样 ？Gloria 说星期五也行。Lisa， 你星期五有时间吗 ？Lisa 说没问题。Gloria 说太好了。明文，你几点下课？明文说我五点下课。Gloria 说我们星期五晚上6点半在餐厅见，怎么样？明文说太好了。那家。餐厅的牛肉面最好吃，我们星期五见。好，那老师今天哈里，那老师会教大家啊，就是到了八楼的八楼的不，三哪一年三的哪一嘛？哦，上午啊没得班，下午啊你礼拜。晚上啊，你好吧？哎，看嘛，都老的哈里不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五都在待的呗，里有多其他啦？那今年嘛，都老的哈里的不？那是讲哪里啊？第二路呢，爸妈路这边去边嘛？好，爸妈路把它边边不喏？都上午三点零、三点零、10点到12点嘛，老的哈里不？马姐。下午星期一下午10点到12点，我念书。念书是什么？星期，萨帕达。星期二下午10点到12点下课。星期，等等等。星期三下午10点到12点念书。星期四下午10点到12点下课，星期五，下午10点到12点念书，星期六下午10点到12点打完球，看你个啥啦？星期日下午10点到12点睡觉。啊，上午某呢？上午。上午。好，那老师上午啊，录在哈里。好，老师我教大家，那个没得呢。他下午2点到5点，那哪里啊？哪里吗？没在呢。Hello。好，没在呢。
他星期二上午2点到5点听音乐的是哪堂呢？他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上课等着的。他星期三下午2点到5点听音乐的是哪堂的？他星期四下午2点到5点看书啥子的？他星期五下午2点到5点上课等着的。他星期六下午2点到5点跑步别的。他星期日下午2点到5点跑步别的。好，所以老师讲了一个喏，上午嘛老师第二次也分享嘛，就六次也没有对着的啵喏，那边老师第一次也把一路表我喏，六次也没有讲到六七月开那啵，那老师晚上嘛就六点起来吧嘞，在家吃晚饭，哎嘛人家咋啥嘞？啊，在去餐厅吃晚饭，啥早餐嘛人家咋多啥嘞？啊，接下来老师跑步呢，看电视 DVD 也啵，那里老师给我拍的呀没，把它变的呀没，到时候老师先别吧嘞。啊，那老师说，今天老师讲哪里不能？啥影片啊？那盘咱们老师不想等等嘛？那盘老师不想等等了？啥的影片啊？哈，那啥片子没去嘛？说了，今天片啊没啥个，那啥呢？对呀，那啥呢？那啥呢？那是，稍等一下，日语流传。好，那老师，老师今天，练习 rearrange。那老师我们来反听力理解呗嘛喏，listening。咱们这哈，那老师今天哪里皮啊？老师你这边哪吧呗？说好像是你不干。你们那边老师可以下课？毕业长大，这朋友比他，那也得啥子原因？